真才子，奴家想您，快些解决他吧。好牡丹姑娘，真才子，他对甄夫人不配，别人都恨呐。我小时候跟甄夫人是一对儿啊。甄公子娶了我小时候心爱的女人，凶手，他得等一个仪式感。他恨你，恨你。请问你的计划是什么？我想让他身败名裂。他有好几个代币。不是，谁是代币？他的所有东西都是假的。你也整容了？我就是。你们俩谁是真的？你是谁？你不要跑。这还有你是毒西塔。我们是找下毒的还是找放箭的？今天已经很难玩了。我觉得是一个高能的天才。